各位同心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好。恭喜大家哈！今仔日过一天，明仔载一天了哈。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大官员啊哈。咱会晓做官无？会晓做官，举一下手者。做官哈，我嘛想讲做官就好啊哈。但是哈。恁遮查甫的拢是做官哦，查某的拿来妇女会做官吼，那去查甫的去酒店，有那是做官吼。所以咱做官爱注意啥物代志？吼，所以讲吼，咱即马政务官对不对？咱政务官管的是管人，啊来管事管物。那么你要安怎管人？咱要管人的进前。爱先管家己，管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若未做人，要安怎管人？所以这课足重要诶吼。一般咱吼读到啥物博士、博几啦博吼，拢是坐遐听人讲，对不对？咱即摆管人诶时阵吼，是爱，毋是听人讲，是爱讲互人听。吼，虽然毋是徛伫台仔顶，你诶命令嘛是。徛伫台仔顶共款，换你爱讲予人听。那么要讲予人听，你爱知影讲是爱讲啥物，人家听会落，听会介意。若无介意会冲突无？会吼，会袂爽快无？所以人际关系就是我甲别人，每一个人面对的拢嘛是别人，对不对？无法度讲，我家己对家己，迄就是照镜嘛吼。所以吼，人际关系是足大足大的关系，你的前途，家己的一切。所以呢，这个关系是伫这个嘴嘛，嘴巴嘛。咱每一个人，伊要代表伊的人格，代表伊的一切能力，拢是。毋是为行动表示尔吼，拢是即个嘴嘛，所以嘴呢是咱家的门，我拢讲咱着爱门爱关好，有时会使拍开，有时袂使拍开嘛。所以人际关系上大的关系，就是伫个口才啦。所以口才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恁大家有认同无？所以讲吼，讲话是足重要的吼。咱若是吼人际关系搞好，那么对你呢，咱就讲人际关系应该运用的吼，是民主面子要如何卖？吼这是人际关系最大的学问，处理得好啊，左右逢源呐。且讲一朝失策，则进退两难。你如果讲唔对一句话，足歹收山的呢，甚至人恨你一世人，你就此前途完蛋也有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讲话是足重要的，人际关系你要安怎把它搞好？那么你若是讲你的人际关系打好，你的左右上下拢会当串联，大家拢看你足好，就是左右逢源哈。所以讲，安尼你到底没有阻碍，未去碰钉子，然后可以顺畅无阻哈。你想安尼有重要无？咱要安怎做官做了会久做了会长？你是不是会被人家拉下台？这个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。咱为明仔载毕业了后，就是大官员，咱每天爱检讨自己。我该讲的话是啥物话，无该讲的啥物话，所以毋是像较早讲咱凊彩以前安尼小小啊乌白讲拢无要紧吼。咱因为即摆是代表台湾民政府，咱政务官，佮而且公务人员的身份，所以在打扮方面吼，咱家己嘛爱提升自己，然后讲话要非常小心，吼。袂使乱说公公的吼，我顺便想着一个代志吼，
先煞交代，咱中午以后，咱有日本咱的贵宾要来哈，啊，所以讲在穿着方面，啊，甚至讲拿来咧讲观摩的是我们的姿势，吼，然后我们的厕所跟吃饭的地方，咱一定爱搁较吼，较小心一下吼，莫予人感觉不好的观感，因为咱哎，后摆就是秘书长讲，咱要做日本人对哇？啊，咱是毋是讲要做臣民？啊，要做人的安尼记得无？是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哎，迄是日本政府是咱的小弟呢。啊，做大哥大姐是毋是爱做模范？吼、哦，所以在卫生方面、整洁方面吼、哦，啊，即几工小注意一下。好、哦。今天到明仔载嘛，哈，啊，他们是到二号才回去，哈，啊，所以哈，哎，请大家人这点稍微注意一下，哈。来，第二条就是讲低调提升自己，乱世危机中反败为胜，这足重要。为什么说乱世呢？咱起码台湾的就乱，是乱什么？不是事务不乱尔，大家精神拢足乱。是安那在乱，因为政策不好，大家经济不好，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有有啊，什么都涨，薪水都没有涨，啊，大家脾气拢足歹呢，所以讲话要小心哦，吼、哦，讲了无拄好吼，啊，本来就在袂爽快啊，吼，啊，他就会跟你吵架哈、哦，所以讲咱即马呢。在我们执政了后，还没把台湾人全部经济救起来以前，都是乱世危机啊！乱世危机，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前锋，你要把我们的台湾民政府把人改革了后，我们来代理人民，我们要很忍耐，而且很低调，提升自己，来对待人民。那么，要让人民呢，感觉讲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无同款，我拢讲吼，唔是要让百姓惊一条尔，咱一定爱让人惊两条，对唔对？惊两条吼，伊才会较有感觉啦，惊一条无啥感觉啦。啊，所以爱让人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全民的这个。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吼，确实是亲民爱民，安尼对无？那么亲民爱民，甲咱所有的百姓拢当作咱一家人，甚至人日本吼，或者亲民一世啊，因为天王甲百姓拢算是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就是讲。因的血统就是伊的亲兄弟、亲姐妹同款，那么因的核心价值才会这么重，全世界上重的，就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的军队上强啊，那发前进绝对无后退嘛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咱是日本人，咱古早嘛是安尼，啊是这六十八年来吼，甲刚好不相共呢，讲前进伊在头战嘛，无一定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无同款的迄个勇敢嘛吼，啊现在的日本人嘛是一直无打去啊，啊咱爱把以前好的找回来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即马即个中间呢，咱一定爱低调，啊较忍耐咧，咱来做好改革台湾，啊把即个台湾民政府，咱来改做足好诶。做得足好诶，咱才会反败为胜呐、啊！反败为胜的工程非常非常之大哦，所以足无简单诶，因为一个头脑吼，洗六七十年啊，咱要甲解决过啊，咱爱足大诶自卑心，足大诶忍耐心，咱才有法度来改革。所以咱家是前锋部队啊，吼，嘛是最优秀的人，所以咱就是一。点爱做到以下这几点哈，啊，来失控攻击往往是失败的前座，就是讲咱拢会讲台湾人即马吼，换一个位就换一个头壳哦，
确实是有影的哦，我看过真济哦。所以呢，咱爱家己知影，咱若是讲家己膨胀自己，啊，会当会去攻击别人的时阵，这就是你失败的征兆啊。所以讲吼，咱卖讲啊，咱坐到即位的时阵吼，马上膨胀自己，会去攻击别人。你会甲人吵吵念，哪怕你轻声细碎，那也算攻击啊。所以吼，我伫个食，人大家拢足弘扬食素，对唔对？讲拢无咧杀生嘛，吼。啊，无杀生就无爱作业，讲无爱砍人结怨嘛，吼。无爱甲只动物啊结怨。那么我的比喻是不一样的，是讲你无爱甲动物啦来结怨，但是你逐工咧杀人啊。是怎麼抬人，你說任何一句話去插到人的心嘛，你知道細胞會死掉多少，那是確實的。因為我行醫五十幾年，我研究的他對人為什麼破病，除去外傷以外，大部分啦，80%都是來自於心情。所以呢，你若說話不小心去害到人的說人害到人的屁吼，安尼就细胞死阮阿只。那么你讲无爱杀动物，啊，逐工拢在杀人呢。所以讲修道的人讲话爱搁愈注意这个口业啊，搁更重要吼。所以讲细胞是安那，开始死阮阿只。咱人呐受到刺激的时候，细胞会死亡。所以呢，人讲吼，修道是以人道为主，旁渡无道。五道是旁渡的哦，吼啊，人道为主，所以咱仁德一定要做得好。仁德做得好，就是讲你的礼貌，你的这个尊重人的随喜心，所有的嫉妒心拢袂使有，这就是人格。你的人格一定要健全，你才有法度进到道里面去。那么道是什么道？吼，咱即摆唔是咧讲什么教，这是。正常做人的道理而已啦，吼，咱眼耳鼻舌身意，你一定要操控得好。听歹听，你一定袂使讲，吼啊，马上就伫遐发牢骚。啊，看歹看，你马上反应，一定就是跟人袂做伙子啦。所以讲，你一定要把自己调控好，吼。所以袂使讲吼，马上去攻击别人，吼，还是马上去。批评别人，这是失败的前奏。那么咱无简单，足有福报来到这个台湾民政府做了大官，那是受了苦那些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。所以这个课呢，我会讲，哎呦，啊你讲这个课，该跟咱执政有关系，你唔得爱教阮讲要安怎办办公、办事啦。你讲做事容易，做人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这一刻比那个做事还难呐、啊！我做工哦，即马遮济岁啊，我嘛是阁足未做人个呢。很多人对我不爽哦，你知无？你要相信无？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足注重做人呢，我足爱，大家人拢足爱我个，啊，绝对卖甲我攻击安尼吼。但是还是避免不了，还有很多。我讲无定，我前世人杀死足济人哦吼，因为我可能有做过日本兵啦吼。啊，过来，那别人开刀以前吼，要先无情地解剖自己，就是讲你要骂人、要管人的东西，你要先想，家己有安尼无？你做会到无？安尼意思。所以讲，你要替人开刀的是你爱。家己清楚你家己啊，吼、哦，你才会使去讲人，所以不能随便批评别人的意思啦，吼、哦。咱这足重的普通人是毋是看到表面啊？唔知啊，足清楚的时阵啊，就随便讲啊，迄人安怎安怎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就是无同理心，那么没有同情心，也是伊有受到足大的。刺激还是安怎？咱袂使看到表面，啊，就共批评。所以讲，读完咱这课了后吼，我们好好把我们的门关起来，安尼好不？
需要开的时才开，啊，无贼来走去吧，哈。来，做事不留情，但做人要留余地。就是讲，咱做代志的时，针对事，理与情一定要相通，然后五分五分呐、啊。话拢讲理由了，我这就是安怎，所以我一定爱安尼做。伊无咧讲半点钟吼，就是绝情去对待人，这样啊也不能完美啦吼，嘛未圆满啦。啊，所以讲一定做人爱留余地，不留余地，别人也会对你无情哦。吼，那么你就造成真大的麻烦，而且无得到人诶。诶，恶路来讲吼，人就是未肯你配合啦，尤其你的左右手、你的下属，吼，甚至呢，你若无留这个情，连上司嘛不会疼你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承上启下，顶管嘛有我好，下底嘛有我好。所以讲，对顶管尊重，咱对下底嘛爱尊重，未使讲咱对。顶管尊重尔，下底都改乌白化。吼、哦，咱早期咱的习惯拢嘛讲比咱较细，咱拢嘛改乌白化。但是咱即马是大官呢，咱爱有金嘴哦。吼、哦，是毋是？未使阁乌白化吼，化掉咱的观感不好啦。虽然讲这是你的部属，是你的囝来讲，人边啊听得不舒服啦。所以讲人格呢，就在你言语之中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说一定要注意，来，江山在老板手上，老板的手上，他有权利给你，你不能要。这什么意思？就说咱现在在这大环境来说，什么环境也好，尤其咱是政府。那么呢，在老板，咱就是说咱这组织，我们上层的长官，好，咱现在回去的面对的都是州长嘛，哈。啊，酒店监管呢？我们还有中央的内阁，伊个这个管理是伫伊个手头，伊会使合理啊。但是要他心甘情愿给你，我们不能自己想要安尼意思啦。你家己要去讨，爱去争取，吼、哦，有可能就较无好势。所以不要异想天开啦，就是讲不该去争取你不该得的。第一，你爱能力有够无？第二，就是讲你有够，老板是不是欣赏你？他有没有信任你？他是不是唯一？你是唯一挑选的人？所以，我们不能自己去要，自己去要，有时候会自己会受伤哈。这种要注意的，因为。咱伫这个大环境内底吼，即拢足爱注意啊！不争，有时候面对竞争时最高明的策略，咱就是讲吼，咱点点啊做，认真做。那么，这卖去争权争家，安尼反倒转啊呢，是一个上盖好的策略。如果你有那个福分，如果你有那个能力。那么你自然的有，不用去争取，它自然会有哈，自然会有。所以呢，这是最好的策略，是不争。来，第八条，得意时保持清醒缄默，比失意时糊涂行事明智多得哈。就是讲，咱即马那是讲。得到有很大的地位，咱有得意的时阵啦，吼，得意的时阵你一定爱清楚。足侪人吼，就是讲你得意的时阵，讲得意就忘形啦。得意忘形的时阵吼，就走进去啊，走进去啊，你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又会失掉哦。哎，比这个咱失意，大家拢会糊涂那没出。没错啊，哈，形式名字多多啊，哈。你迄阵啊，哈，啊，失意的时，你讲要加较聪明，搁较有智慧嘛，加袂来嘛。但是你得意的时阵呢，
就是袂使糊涂啊啦，就是一定爱放聪明一点，袂使吼得意忘形，而且为非作歹，甚至咱嘞后摆个法律是定甲足明个吼，咱就是唔是变形尔，佮枪毙嘛吼。所以呢，得意的时候啊，你一定爱保持清醒，你不要去乱做。那么你只得到会失败哈，啊，所以讲操之过急，做的将是会永远赔本的生意。就是讲，咱做一个代志，一定要沉得住气。你那赶紧的讲，古早人讲食紧的安怎，弄破碗啦。所以讲，伤过急，袂使。所以我们凡事。要成功都有一个时机在，你爱等个时机相适，那么你那是伤过紧，绝对就是流失去，就是赔本生意的哈，这是比喻啦，比喻在讲啦，啊，所以讲放眼天下，顾大局的人绝不会追求昙花一现的美丽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有大格局的人，心胸开阔的人，他不会争那一点点的小利。所以争小利或是争一时，人家说要争一时不如争千秋。所以要较久长呢，咱是不是咱若是执政了后呢，我们四千人，咱四千人是免退休的啦。那么呢，咱是做愈久，领愈多，赚愈多，对不？所以吼，唔好一起嚟就想讲要来赚较紧的，啊，要赚较济的吼，会拢去了了啊，吼，这足注意的吼，嘿，啊，所以来呢，面对危机，化繁为简，要沉得住气的，就是讲，咱后摆啊出去，甚至咱即马伫酒店。咱有一个团体，那么呢，你有遇到危机，常常都有啊。哦，人家看你袂啥顺眼，还是你讲这句话无啥顺眼，还是你这位有想人要爱，那就有危机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迄种时常会发生的代志啦。所以讲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是讲哦，你若安尼，那你化繁为简。你就点点就好啊，点点以静制动啊，看他要搞什么。你若跟他一起起舞的话，吼，拢总乱起，你无法度处理。所以讲人际关系没有搞好，一定会下台。所以咱无简单得到这个官位，吼，要好好来注意这个代志，一定要沉得住气。所以呢，咱即卖人气特别大，拄啊讲过啊，经济无好嘛吼，啊个社会足乱嘛，看到报纸就想要生气啊呢吼，啊所以讲咱较幸福。我顶刚讲的讲，看到迄群囡仔伫立法院呢，咱爱想着讲，即卖遐囡仔呢，遐年轻，伊就想要爱台湾。那么咱即阵嘛是爱台湾哦，咱有像因遐团结无？因讲到头破血流还在冲呢，咱哦秘书长咱较幸福呢，一支笔就甲奥巴马告倒去啊，安尼咱有较有福气无？咱唔免去啊，哎，咱用一支笔尔尔呢，秘书长一支笔尔，所以咱是较幸福的一阵吼，而且我们走得出去，因阁行袂出来，像个苍蝇咧撞玻璃啦。啊，安尼是毋是后壁的主事者爱负起责任？这若如果伫遐讲到老岁老弟是恁的子孙，恁心肝会老岁无？所以讲不必要的损失啦，吼！咱用这个华理是真正很聪明的啦，来自于世界也是第一招哈，所以咱真正足大的福报，啊，咱爱好好的啊，把这个台湾民政府做好哈。来，十二条人面临巨大的危机，其实是人生难得的机遇。就是讲你拄到歹代志啦，
足大诶危机，才互你会当成长。人讲多一事长一智嘛，吼。拄着危机诶时阵，你才知影即个重要性，你才会更成长，能够更懂事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卖甲歹事啦，动作讲啊，即去了了还是安那，就不能丧气。我们不能上去，你就是要维持稳定冷静的头脑来去面对，就是说关关难过也要关关过，这样对吧、哦、所以一定要熬过去，我们才可以做越久领越多嘛、哦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、哦、来，就是说小聪明虽然可以自保，却无法顾全大局，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卖弄小聪明啊，吼、哦！你若拄着代志，小聪明会当保存你家己，但是你无法度顾全大局的时阵，你还是会被淘汰。吼、哦！那么呢，咱就是讲啊，你要把你的根基打好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踏踏实实，唔免卖弄小聪明，讲啊。这无问题啊！我瞧一下是讲，啊无我都上一下，你也创些啥？那都是短暂的。你家你做人的基本的礼貌、基本的修养、基本的道德观念、基本的同理心，你把持到，哪怕一时失意，还是会顾全大局，然后还是会长久。好，来讲乱世出英雄。对手要的是乱，相对的你就是要稳啊。就是讲，当你如果咧，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么多乱？因为中国教育啦，是斗争的心理很多。当咱派去对一个单位的时阵，明争暗斗一定会出来。那么明枪咱是躲得过去的，吼、哦，暗箭是难逃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一定要练好功夫，心理准备。你有上过这课，后摆啊吼，认课不到，去到底，什么人要甲你整理，要把你拉下台，拜托来找我，我带因瞧瞧咧就好哈、哦。因为这足重要的啦，你不要放弃你自己的职位。就是讲啊，有些人就讲一受气，讲啊算了，我无爱啊啦，啊无爱，你来拍拼遮久，去拍这地基来拍，了时间的哦，佮而且无简单得来的福报，那会随便放弃。所以讲一定爱足有韧性，跟他坚持到底。你嘿，对，一定爱有耐心，吼、哦，对，嘿，对，拍这个跑啊嘞。哦，这个还没读了，伊就出师啊啦！哦，那啊来做好评估，以优劣分析，才能在暗流来袭前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就是讲，你即阵准备，我要来做官，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，准备好你要做哪一个位置，这足重要。如果你想讲，我要来带农会，上无你农的哈，捌带过农会的朋友，你请教一下。我是爱看什么册？到时去遐，我是爱做什么代志？要做好准备。所以讲，你好的歹的，迄、那个答有啥物好处，有啥物歹处？迄、那个答，即马目前需要改革。来就是讲，在暗流当中来袭的时候，你较袂，你要做好准备。甚至就是讲吼，咱即阵的人际当中，咱住伫九零也好，即马阁有军啊嘛，咱一个俱乐部内底也有暗流啊，吼、哦，嘛是有人暗啊想要想修理的嘛有嘛，吼、哦，咱讲起来敢那足恐怖，但是无讲唔是即个代志就无啊，所以我们坦开。把真正的人际关系这个内幕，我们把它掀起来，咱首先来研究，首先来准备，
那么拄到任何啥，啊，我伫社会见几年，见五六十年，啊，拢互见袂死。人是讲安怎，甲我见的拢大生死。恁敢知影我爱啥物办法？知影无？好，一进自动吼，嘿，一进自动嘛是一步，这嘛是一步。我就是不理他，你知无？我从来唔捌同人吵架，唔捌咧同人比官家、比长短。他讲我什么不好，我拢该谢谢，拢该谢谢啊！吼、哦，啊，然后伊就无办法了嘛，所以攻不倒我，人就是讲邪不胜正。你知无？只要人家己做正正正，外口遇到什么风险，拢总无问题。总是人讲吼，时间会澄清一切嘛，吼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人就讲你袂倒吼，啊，讲我的人讲久白扯，就会破空啊，他自动会自己出去的，吼。所以讲，绝对咱就是爱先家己。万全准备好哈，来，第十六条，被打入冷宫，才站得住，高点看清楚局势。对，讲，当你被冷落的时候，咱拢有迄个时阵啦。今仔日有人对咱袂歹咧。啊，无一定明仔载人吼，伫耳腔边啊讲几句话，啊，迄个人安怎安怎？咱台湾人呢，即马乱乱伫底，耳腔轻呐？为什么会耳腔轻？对，无智慧啦，自己没有头脑去判断啦，而且吼又不听两面，无要问清楚，无要调查清楚，直接就听进去啦。哎，对啦，咱台湾人洪洗脑洗甲讲我们是中国人，对不？啊嘛听落去，啊无要调查看卖下吼。啊，讲我台湾人佮中国人，哎，就是耳腔轻啦，无要去纠正啦。啊，袂使，咱即马做大官哦，足重要哦。如果你耳腔轻，会害死足济人哦。吼，你耳腔轻，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哦。所以绝对袂使耳腔轻啦吼，但是你若因为别人耳腔轻把你打入冷宫啊，你一定吼爱这样站在制高点去看清楚局面。足济人吼去用欺负伊，还佫搞不清楚我是安那被排斥掉，没有检讨，而且无检讨，啊嘛无去探清楚。啊，阁怪别人嘛？你一定有对别人看袂爽快的所在，像我拢会检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无缘无故嘛会被栽赃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被栽赃要安怎？你打入冷宫，被打入冷宫，这无可怕。你啊想讲啊，我即马好，互你做副州长，啊，临时看看讲你袂使，啊，无你做，啊，无你做厅长，倒来我你做袂使。啊，其实是安怎？唔是你做袂使啦，到阮兜阁有一个人，你要坐即位咧，会安尼无？吼、哦，咱比如讲啦，所以讲咱到对一个团体，有人诶所在就有是非啦，啊，就有无公平嘛，吼、哦，是安怎？美国诶，全世界上强，他是平等嘛，他伊诶主张就是自由跟平等嘛，所有诶无平等拢引起纷争嘛。安怎冤家拢是不平等嘛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人诶，对人一定爱平等啦。啊，要讲这平等，大部分诶人拢无平等啦。因为安怎？这阮兜诶人，这我诶朋友，这我诶上嘛，是我徛伫台上嘛。我拢讲，如果咱做大官诶人呢，逐项拢养顾着恁厝诶人。啊，别人拢无要共用吼，没有适才适用吼。你住厝做家长就好啊，家长是咪拢顾因迄家尔？那么咱就袂当做搁较大个，讲啥物长啥物长哦。那个你要照顾更多人啊，
吼、哦，所以讲这拢爱注意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吼、哦，你就是讲被打入冷宫不可怕，但失势的时候还看不清楚状况，终于一败涂地。就是讲，当你若拄到上司，甲你消灭，或是甲你移位、甲你降级，你唔免惊。但是你要清楚，你为什么会被当下来？这懂大家人都会到的啊，因为咱今嘛吼是军政时代啊，我们也不是说一般吼、哦、啊，你卡这个位就永远卡这个位，咱有可能是调来调去啊吼，啊，咱的卡手嘛啊无够，啊，你讲虽然讲打入冷宫嘞，啊，不见得冷宫，咱有的人是讲吼、哦，哎。去要拍落啊，到了后，到会跳入关啊，嘛不一定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你爱清楚你到底有啥物原因，才袂搞到一败涂地啦，一败涂地哈、哦，就是无法度搁爬起来啊。从此你就离